这游戏很好玩哦，哪里好玩？烂游戏！哎，我觉得你们推荐的游戏真的都有问题耶。哦，还有第五关，第五关，好，看一下啊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 ？Let me see see。不要。烂呢、欸！八七，这个呢？玩个屁哟、喔！割断绳子吗？贱呢、欸？这怎么过啊？不要啊！我不想要提示啊！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让它移动？这边有个齿轮是干嘛的？哦，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哦，所以那个是一个齿轮呐，我懂，我懂了，这干嘛的 ？Fuck， 好，啊、哦。我懂了，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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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完全明白啊，完全而明白啊，完全而明白。哎、欸，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、欸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我把这边抢。我把这边踩掉。啊 ！OK OK OK OK， 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真的明白了。好，来吧，宝贝，跟上跟上。哎、欸，完了完了。有了有了有了 ，nice nice nice， 快快，你怎么跳高一点呢、啊，宝贝？再一次再一次啊、哦，不是，我要先做好那个陷阱。对对对对对 ，OK OK nice， 完全明白完全明白。好，妥了妥了妥了。嗯 ，nice 啊啊，不错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很聪明？有没有？你们的台主有没有很聪明？很聪明，大家给他给还会给个掌声鼓励鼓励啊！你为什么要离我去？什么呢？上，来来来 ，yes， 全妥。欸、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的智商怎么那么高哎、欸！我觉得老皮的智商真肯定是超过一般哎、欸。这很贱，这个关卡怎么打？哦哦，这个是啊，雷电啊！所以我是要先把它关掉，关掉了。哎、欸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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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很贱，真的很贱啊！怎么过啊？这里吗？负300不就很高？哦哦，这是不是？我就知道哦，让我理解，让我理解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！这里吗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好，好，好。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上去啊。我靠！我聪明小飞侠哎、欸！
这里呢？没有吗？四之一，五之一，六之一。世界尽头不怕路长，只怕路至短。我还有奖杯，拿到成就了。所以这边是要怎么过去啊？没有路，可以这样走底下？不行，底下也不能走。好，我们再试一试啊。啊！马萨嘎！完了，可这样进不去啊！聪明小飞侠，我还以为聪明小飞侠原来是老皮啊！快快快快！再来！再个！哦，漂亮漂亮！一里四之一五之一跳关对不对？所以我要选最后一个关卡吗？六之一吗？三号地图。奇怪，等一下，这不是六之一？是等一下，所以四之一是第四关，那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那一定没那么简单，一定没那么简单，怎么可能？小阵风，你耍我，这游戏真的很贱呢，好贱哦，气死我了，屁嘞！玩游戏，啊！你为什么要玩弄我？气死我了！要到最上面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哦，有那么简单吗？上面吗？上面怎么上去？上面那个高度也不够啊！应该有吗？没有哎，过不去。哦，真的很贱呢！这游戏真的……哦，你看，这贱芭乐关，这很芭乐哎！好 ，OK。气死我了！OK， 欠巴勒你呢哈，快没电了啦，这怎么办？死掉了！我看你是不是多少电？我电好像快没了。是那个是什么加速？兴奋剂是不是？哦，你玩我，你玩我，我可以挡了我，OK， 要去弄我吗？这个东西，开关，别碰下面的开关。我好痛苦哦！为什么你们推荐我玩的游戏我就要玩啊？奇怪呢，哈！哇，好烦哦！呜 ！OK， 下面就不要碰了。这怎么会碰？你这边有个会掉下来。果然，你看看响音，响音的故事我也看过啊，对不对？想当年，对不对？就要吃这个冲过去吗？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
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这五趴是五趴了，能不能在五趴之前破关呢？啊啊！哎，这个真的很机车的关卡哎，上得去吗？还差一点点，不行不行，我弄个弹一下，弹一下 ，OK 好 ，OK 喂。过来啊！嘿，好，没问题了哈。即使剩我一个，也不能让你得逞。哇哇哇哇！怎么？哇塞！哇塞！哎，夸张哎！搞屁哦！哇塞，还有电吗？我这边快没电了。好，转一下 ，OK， 再一次，再一次 ，OK， 没问题的。好，这怎么打？他会往下跳，那他趁他回来的时候呢？哇，他跳过去了，怎么办？嘿，太贱了。我想一下，哎，瞬间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他回来，那瞬间跳过去。嘿、hey, ，漂亮，好、啊、漂亮 ，nice。充电哦，我没办法充电玩这个啦，因为它那个方向不一样。好了好了，我看能不能充电。等一下，大家等我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咱们继续。五项神器终于收集完毕了。狗镇。这下总算把神器都收集齐了，虽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用，但隐隐觉得，既然头顶的神器之名，那总算是应该很厉害的样子了。说不定遇上最终 BOSS 都不必我自己动手，他就被神器吓掉了。最终章，魔王洞窟，准备出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狗妹，我又怕有人剧透，我刚才没看聊天室啊。奇怪，这里面的人好眼熟啊！叉叉，叉叉，莫非马萨嘎，叉叉，哎呦，难道说，嘿，魔王出现了？你猜的没错，谁？你一直都处在我们的密切监视中。什么？国王大人，难道你也被魔王抓进来了吗？哈哈哈哈！你以为是谁把你一步步引到这个地方的？你还自以为是主角光环加身，得来神器易如反掌吗？你以为我堂堂一国之君想救公主还需要你来帮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勇者，整天打打杀杀，见到公主就像英雄救美，见到史莱姆就像拔刀相向，恨不得天天有巨龙来袭，好让自己换件神装。作为一国之君，我必须把你们这些帝国的威胁铲除掉。你真以为就凭你能够来打败 DP 大魔王 ？DP 大魔王他不是就讲过了吗？上古神器吗？那是愚蠢的开发者在耍什么花样？哼！幼稚，对你们在那边又小心就把游戏删了，哪让你们有机会买内购点广告？好啊，好啊，啊！我就知道你们那愚蠢的开发者果然是一伙的。剩余大师哦，所以我现在广告说完了啊，我就可以滚了，是不是？什么烂游戏啊？什么烂游戏？没有人性啊！没有人性。来，结果了我。哦，神器投降，神器怎么弄呢？嘿，
神器对国王造成一点伤害。屁的，嘿，这国王也是炼狱级的，是不是？那神器看起来好眼熟啊！黑马虎，我好累哦，我配得很累。我讲了2多快3个小时的话了。神器吗？哎、欸，马萨嘎，马萨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粪便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脸呢？啊 shit！OK，、okay, 他头被丢出去了。啊！好来，神器。真的是你？不，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。要不然是怎么样？哦，人有人的活法，猪有猪的活法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不去冒险，不去经历风雨，哼，被圈养这貌似和谐的冒险系统里面，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？这一掌是为了狗蛋，这一掌是替那远去的猫蛋而报仇，这一掌致敬铁蛋儿那未尽的事业。再见了，这个混沌的世界。若注定反抗是无意义的，就让我们同归于尽吧。被扇死，白痴哎、欸！是否重新冒险？是，所以这个，哦，你觉得本游戏难度怎么样呢？一般难。屁嘞，简直惊悚！太简单了，我要打10个。你在本游戏中获得到多少乐趣呢？毫无乐趣可言。真贱的。好好，有点意思。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既然玩得这么嗨，请问你有没有把这个游戏交给周围的朋友呢？嗨你妹啊！这三个问题选过了好不好？有你这样骗分享的吗？一怒泄。己所不欲，欲勿施于人啊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观众会推荐我玩这款游戏啊，好不好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已经推荐给我女朋友的男蜜龟了，么么哒！你都没有女朋友，你是怎么推荐给她的男蜜龟呢？人生如此艰难，有些问题就别拆穿啦！你有没有想到过的一点？你怎么知道没有啊？我的女朋友还分门别类、分类型，有没有？还分体型，还有分什么？还有分一些性别，好不好？通通分门别类弄好了。本来没有的，玩了这个游戏后智商暴涨，就找到了。既然玩那个游戏上找到女朋友，那请问你对那个帅气的开发者有什么话要说？请如实回答。找你妹的女朋友，我本身都是女生好吗？完了，隐藏这么多年的拉拉属性就这样被暴露了吗？开发者你好帅，我要跟你生孩子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为了通关却违背自己的初心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路谎话连篇。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在那个英明的开发者的 AT 一场之下，我已经迷失了自我。好哇，好像不知不觉又自恋了。对不起，害了你这么多次。现在道歉，我们以后还能像好好做朋友吗？没关系，反正猜你不会打死什么，猜我会不会打死你？你过来，我保证不会打死你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是个受虐狂。2+2+3=5。哦，哪
总裁当你粉丝。恭喜你，玩家250，你的智商已经打败了全球一趴其他玩家，通过了最后的试炼，光荣成为了一个脑残粉。帅气值，恶心。加赛啦！加赛！哎，当机了，当机不给玩呢、欸，平板当机了，好吧，重开。哎、欸，什么鬼啊？这什么烂游戏啊？我要打十个！啊！么么哒！智商暴涨！我要给你深海之迷失了自我，你这不是受虐狂？五、哦？哦？你和那个英明的开发者关系上升，似乎有奇怪的结局解锁了呢？奇怪的结局吗？赠送两个新的游戏模式：简单模式跟困难模式哦。还有土豪模式，全球的观众都欢呼了起来。好，现在下一棒轮到的是第九棒的王建民啊，王建民上场准备打击啊，一个投手上场打击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那么现在我们的道奇队准备要开球了。好，道奇队投手王建民突然一个打中了远外有人，哇，飞得很远，很深远，哇，一路飞出去的全垒打墙外啊！王建民击出了一个全垒打，恭喜王建民！啊，好累啊！我干嘛那么自嗨呢？不过就是一个fun game嘛，我那么自嗨干嘛？唉，奇怪的大冒险，该不是多好几个新的游戏模式吗？是哪一个？哎、欸，我不要点赞。哎、欸，关卡选择有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简单模式。好，我们看简单模式好了。简单模式这是什么？简单模式即用最简单的方式享受失败快感的模式的简称啊！Fuck you！ 简单死亡模式是不是？困难模式呢？影射天朝，公安局，土豪模式呢？你是否要花费50万元购买土豪模式的门票？否。哎、欸，是土豪模式。他说，土豪模式游戏内容包什么？你只买了门票却没买内容包，没门儿。买。土豪模式过关证明，对土豪来时间还是最宝贵，用钱能解决的东西都不是问题。啊，没钱了。哎、欸，骗笑，下个月脑残骗的钱还没着落，真中途啊！好，